我们广袤的星球上蕴含着丰富的能源。然而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石油资源过度消耗，使得全球能源面临危机。伴随国家能源安全和能源多元化考虑，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石油的替代能源。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受到众多国家青睐。国家“十一五”规划对开发利用天然气资源作出重要指导方针，采用新能源替代传统燃料。“十二五”对天然气的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专项规划。随着天然气技术装备的成熟发展，天然气的应用已被广泛使用，在此基础上开发的液化天然气更加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LNG 一种更环保、更清洁和更高效的清洁能源，将成为全球能源的新宠。将天然气冷却至零下162摄氏度，体积骤缩625倍，集成为液化天然气，简称 LNG。LNG 作为动力燃料，可节约30%的燃料成本，相比汽柴油可降低约85%的综合排放。LNG 便于储存，续航里程更长，更安全，更经济和环保。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江苏省液化天然气应用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等多个技术研发平台，这就是富瑞特装。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怀抱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以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高瞻远瞩。“十二五”期间，紧跟国家政策，抓住时代契机，率先投身 LNG 产业的浪潮。公司从 LNG 产业装备的前期研发与制造，到后期销售与服务，不断创新，致力于 LNG 全产业链装备的研发、制造及应用。公司下设6个事业部、4家子公司。同时还生产海水淡化、气体分离等设备，为全球用户提供 LNG 全产业链装备。富瑞特装领先拥有完整的 LNG 产业解决方案，是国内唯一的 LNG 应用一站式解决方案和成套装备提供商。富瑞特装具备 LNG 液化、运输、储存、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车用瓶、加气站等产品市场占有率50%以上。LNG 液化核心装备为天然气液化成套装置，是将天然气由气态经净化、低温处理后转换成液化天然气的装备。今天的研发制造实力，使富瑞特装天然气窖装液化装置在业内拥有较强的产品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该液化装置采用进口工艺技术，实施模块化生产，可为客户提供实现每日天然气处理能力5至30万方的液化装置。 LNG 储存核心装备为 LNG 低温液体注灌，通过采用20体不锈钢应变强化技术，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低温容器的设计壁厚，从而降低低温储罐的制造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LNG 运输核心装备包括 LNG 低温液体运输车和 LNG 罐式集装箱，核心技术是多层缠绕高真空循射技术，属于高真空技术产品，可提供国内最大的 LNG 低温液体运输半挂车。 LNG 应用则涵盖 LNG 窖装加气站、 LNG 车用供气系统、 LNG 船用供气系统、低温成套阀门装置等装备，是 LNG 清洁能源得以迅猛发展的基础装备。公司自2006年研发车用瓶供气系统，
参与了国家863课题中重型 LNG 专用运输车开发，依托先进的技术实力，成功研发自增压系统，产品规格齐全，已为国内中国重汽、陕西重卡、北方奔驰、一汽、二汽、宇通、金龙等重卡与公交整车厂提供装备。公司2009年成功研发首套 LNG 船用供气系统，成熟的车船用供气系统装备供应及配套服务体系享誉终端。富瑞特装主持承担并通过了国家863科技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移动式 LNG 撬装加气站研究开发的课题及验收。2009年成功研制国内首套移动式 LNG 汽车撬装加气站，并成功通过产品的市场推广及运作，带动了 LNG 产业发展，被业界称为国内 LNG 应用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公司率先编制企业规范，参与行业及国家标准规范的制定工作，具备工程总包实力，已为客户已提供百余座加气站，产品工艺技术及各方面的综合指标优越，实现了设备运行零排放的理想目标。2011年6月8日，富瑞特装以壮志雄心的姿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 LNG 特种装备行业翘楚。科技创新发端于人，富瑞特装依托强大的研发团队，用环保节能理念不断引入新型环保清洁能源应用技术，为千万用户带来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公司已获得的资质认证10余项，拥有各类授权的专利有80余项。富瑞特装高瞻远瞩，创领时代，专心致志，成为业界神话。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战略合作，成立 LNG 应用装备工程技术中心，致力于中国小型 LNG 液化装置研发和 LNG 产业链解决方案的推广实施。2010年2月，富瑞特装与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签订合作协议，在汽车发动机再制造及油改气技术研究和产业化领域展开合作。此外，富瑞特装还与东南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及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合作，不断提高 LNG 产业装备制造技术及市场推广应用。富而思进，锐意进取，富瑞特装以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扛起引领 LNG 产业的大旗，为 LNG 行业的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从陆地到海洋，从国内到全球，富瑞特装为成为业内最专业的全球服务供应商而不断努力，依托全天24小时响应、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和在全国铺设客服网络及超长质量承诺，构筑领先的服务品牌。富瑞特装坚持客户至上，全程执行产品与服务同优的发展策略，每一次微笑的鼓励，每一次客户的认可，每一次坚定的握手，都是富瑞人前行的动力。公司与众多国际知名汽车企业深入合作，现配套产品已在新疆、内蒙、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批量投入 LNG 重型卡车、 LNG 公交客车。公司在全国主要区域布局设立24小时全天候服务点，为各终端 LNG 车辆运行提供 LNG 产品保障服务。富瑞特装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广汇、新奥等能源公司，以及潍柴、玉柴、上柴等发动机厂家，中国重汽、中国一汽、宇通客车、金龙客车建立 LNG 产业战略合作联盟，开展 LNG 清洁能源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富瑞特装同心同德，
持续数十年倾情关注，以优质的售后服务享有行业盛誉，实现了中国 LNG 产业布局全球的宏伟远景。每天，富瑞特装以壮志雄心的志愿完善产业链，坚持绿色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和管理理念。每天，2000余名行业精英以专心致志的态度提升产品品质，强化技术创新，在富瑞特装的舞台上不断超越。每天，积极进取的富瑞人不断完善人才梯队建设，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不断开拓新市场，实现与客户合作共赢，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擎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站在新的起点，富瑞特装将继续以诚信实践承诺，开启新世纪的征程。